百米的地方，敌人埋下了很多地雷，占5050米，又有3层铁丝网，我们的工兵已经打开一条通路了，可是敌人巡逻得非常紧。小队长同志，给掩护小组打信号。是。现在回来了，辛苦了。前面公路上有汽车轮子的痕迹，不过敌人还没动静。嗯，可以回去吗？好。跟梅同志。有。你的家是在新眼里吗？不是，是离那10公里的胡须村。你认得那条公路吗？认得，从前那条路连牛车也过不去的。回去吧，文道同志。哟，快从这条路过去。是。准备出发。按照灯光集合。敌人，副科长同志，不要慌，你不是找敌人来的吗？地方要派人监视，明白了。